第一位取名方济各的教宗，一言一行全球瞩目。十月初，他到访了那位放弃一切跟随耶稣的圣方济的出生地，意大利的亚西西。本集梵蒂冈连线，请来荣休全球海外牧传处主任、方济会会士彭宝禄神父，与您一起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，及跟您畅谈方济精神，见证历史，展望未来。新一季梵蒂冈连线，10月22日，加东时间星期二黄昏时间6时，全国播出，网上同步直播。